好料皆联名长相思特辑拍摄，欢乐多。我非常期待的一个创作叫做《相思好六街》，是个联名的特辑，争夺女主角，他们使出浑身解数。不好意思，让一让，不让。小妖，你需要一个老妖吗？我许你那座山，我还给你，请让让。哥，我事业上可以为你拼尽全力，但今天在感情上，我得为我自己争取。你，请让一让。哇！但凡我有的，我皆可给你；若我没有，我帮你去寻。哦，小妖，愿你有处可去，有人相依，愿你一世安乐无忧。我希望这次把那个机会给柳哥，让柳哥跟小妖有一个搭档配合进攻，谁才是默契之王？没有牌，来，看这边，来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见没？漂亮！你不是说你听懂了吗？这个游戏谁玩谁紧张。极限二选一，谁能留到最后？我和大兴演你男一号谈恋爱，选一个。慎重想好。这是什么？我能退出这个游戏？选择一个人，和你在荒岛共度余生，你会选谁？剑刺走了，相柳来了。我会选。真不得罪人啊，毕竟也是上过很多综艺的女人。下周六晚7:30，相思好六街，不见不散。